Okay, good evening, everyone. 好，尊敬的会长、师傅们、老师、同学们，大家晚安吉祥。好，这边文档正在发送，谢谢，谢谢山师傅。这边的音效听着没有什么问题吧？好，就现在这个文档正在传送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啊来预习一下上节课所学过的单字。我们今天所要学句子的内容啊，就是我们上星期的时候呢，我们学了关于这个会计，关于这个协会啊，账上的一些条款。那我们上星期的时候学的是小 A，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小 B。那么当然，小 B 当中啊的一些单字啊，和我们上星期所学过的啊小 A 当中的单字呢，有80%的重复率。所以呢，现在那么我们在等候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将这些单字一起来读一遍，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把每个单词我们来读三遍，好吧？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学习今天 B 当中所涉及到的新单字。Alright，OK，let's get started. Let's get started. 我来看一下，是但是这边这个分享屏幕了吗？还没有是吧？好的，这样，因为这边非常抱歉，我换了一台电脑，所以就是，它这个版本比较可能就不支持这种屏幕分享。好，那么就是这个单词，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在昨天的时候啊，我们有预习到，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把它预习一遍，因为我们今天所学的句子呢，那这些单词啊都会重复的出现。这边有分享屏幕啊，感谢 so much，感谢您好。那请您把这个单词啊翻到，您把这个 PPT 翻到第53页。这个是第53页。Yes，Thank you so much。是的，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单词啊。昨天我们应该跟大家预习一下，因为今天啊，我们这个句子当中呢，这些单词还会反复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应该快速的跟它重温。Please read up to me。那么每个单词呢，我们来读三遍，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的朗读出来。Okay,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first one.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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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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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rding.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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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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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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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页，下一个单词。Let's take.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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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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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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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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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以上的这十个单词啊，是我们啊上个星期所学过的一些单词啊。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些单词预习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新单词啊，请郑师傅将这个 PPT 翻到第16。啊 ，Thank you so much. Wow. Thank you. Alright. Oh.Okay, all right, let's have a look together. The first one, Income. 好，我们昨天所预习的这个单词和今天读的不太一样啊。昨天我们听的时候是个女生，今天呢是男生的发音。Alright. Here it i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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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ome.Income. All right, the next one.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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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nditure.Expenditure. Expenditure. Expenditure. Expenditure.First one. Accr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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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仔细听一下这个单词啊，听起来这个后面的啊，这个 o。这个 al 所相对应的音标啊，短元音 a 和
边音 o o accrue accrue o accrue accrue accrue， 那我们把它这个音调剖析开来，就是 accrue o accrue， 然后把它读的以正常的语速来读的话，大家可以听到后面的一个音量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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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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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rue。Okay, so now it's your turn to show time. I'm in practice. 好，现在大家可以拿麦来练习一下我们这几个单词了。You are very welcome. Who wants to be the first one? How is your man? 他的小吉师兄 please.尊贵的副会长，晚上好，晚上吉祥。我来练习一下这些。Income, expenditure.The chair, but the chair, expenditure, expenditure. 我又读错了。Expenditure. Yes. Expenditure. Yes. Well done. Accrue. Perfect， 这个单词发的非常标准。金老师 ，Thank you， 哇，小鱼师兄太厉害了！您首先试着自己把它拼读了一下，然后第二个单词因为它的音阶比较长，所以我们在读它的时候呢，会稍微有一点难度。我多多训练，多多练习呢就没有了。然后最后一个单词，我发的非常精准 ，Thank you so much。Let's have a look. Who is the next one? Alright, next one, 觉醒师兄 please. 老师好，我来试一下。Income, expenditure, accrue. Well done. So good.Thank you. 谢谢觉贤师兄。谢谢老师。Income, expenditure, accrue, 请老师指示。好，文叔师傅非常棒。好，前两个单词就非常棒，第三个单词就稍微有一点偏差，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尾音的部分，这个accrue， 诶，有点感觉了。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面这个尾音，就是这个元音 u 后面的这个短元音 o，也这个 l 就是它在把这两个尾音连在一起的时候 o，accrue。Yes, accrue. Yes, well done. 谢谢老师，很耐心，很棒，很棒。Thank you. 听一遍，你就可以完美的把它复制出来，非常棒。Thank you so much.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位啊，印证师傅 please。副会长好。Income, expenditure, accrual. Thank you. Wow. Perfect. 非常棒。Thank you so much. 大家三次大胆非常棒。All right.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好，法龙师兄 ，please。王志祥，我学试一下。Income, expenditure, accrual.Thank you. Wow, 非常完美啊，法龙师兄，法龙师兄非常标准。好，我看到您下面有一个附加的这个对信息在里面，只有名词形式。对，是的，我从牛津词典查的，这个 accrual 只有名词形式。但是感觉这个单词确实 al 结尾很多都是 al 结尾是做形容词，但是这个单词确实只有名词形式。是的，好 ，Thank you， 好，谢谢法龙师兄，好，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单字和它的音标呢，这个是我从牛津字典里所推出来的。那么像这个翻译呢，是从有道字典里面让大家知道一下它的意思。好，那这边呢是请大家忽略下面的这个形容词性 ，art。好，非常完美。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是帅帅师兄 ，please。副会长好。哎，你好。Income, expenditure, accrual.哇哦，你这是师兄大哥读这个单词读的特优雅，非常棒 ，Thank you so much。哇，很棒，那种听觉上的享受。Alright, so next one is 王老师 ，please。Yes, thank you. Good evening, Maggie. Now let me have a try. Income.Expenditure, accrual. Thank you so much. 这就是王老师这么精彩的示范。好，听我们王老师在读每个单词的时候啊，那么每个音阶啊，就是发的非常精准，好棒棒。Thank you so much, 王老师。All right, so the last one would be 子莲师兄 please. 老师好。你好。Income, expenditure, accrual. Yes. Wow.Perfect. 好，那么我们子莲师兄把每个单词的重音发的都非常的精准。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的单词。当然了，我们在学习这个单词的时候啊，我会把单词啊音阶发的非常的饱满精准。那么像我们在学习句子的时候，因为由于因为句子当中会涉及到一些意群，还有一些连读。弱读的情况发生，那这样的话，我不会把一个单字啊，它字与字、字与字之间的这种语感啊，它就连读，就会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这个在我们接下来啊，句子当中会额外的发挥比较有特点，弱读一点，让大家分享。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的单词。
这边呢有两个生字，相信这个在法案当中啊，或者来章程里面看过。All right,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first one.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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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nce.Balance.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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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单词大家注意第一个音节，第二个梅花元音 a， 所以请注意我们在发出的音节的时候，我们的嘴要张大。到像两指的那个的距离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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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next one sheet sheetSheet, sheet, sheet. 好，我们看到这个单词啊，它有一个清辅音 sh 和一个长元音 e sh e she she sheet sheet. 因为这个单词发音清晰的相似，所以这个单词大家发音的时候额外的注意。OK， 好，下面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大约有师傅们、老师、同学们两位、三位吧，这样再来练习这两个单词。OK， 好，顺下来师兄 please。Balance， balance。Sheet, sheet, OK. Perfect, 非常标准。好 ，next one， 小菊师兄 ，please. Balance, balance. Sheet, sheet. 谢谢老师。Perfect, perfect, 精准无误。好，印证师傅 ，please. 副会长好。Balance, balance. Sheet, sheet.Sheet. Yeah. Yes, that's it. Perfect. 好，非常棒。Next one. 好 ，the last one. Alright. 强师兄 ，please. Hello. 能听到我讲话，我听不到强。请问您在吗？坐着坐着，抱歉抱歉。好的，我试一下。Balance, balance, sheet, sheet. Sorry, sorry. Wonderful. All right. 好，现在太棒了，现在太棒了。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非常抱歉今天如果个人的一些情况稍微迟到一点。All right.好，那么无尽感恩大家的这么积极的持续配合，谢谢接受。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们明晚再见。Thank you, see you everyone. Thank you, 山师傅帮忙分享的题目。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